嘎，吃我前面吃我红，又吃我蓝，这个拉兹，哇！他不知道我最爱吃蓝 buff， 我的名字应该要改成叫最爱吃蓝 buff。兄弟们啊，干杯！那我们这一场一样，我们一样猜击杀次数哦，六卡头，好不好？六卡头以上。华哥会不会来弄我？没事，我看看他在中路 ，OK， 敌人消失，立刻往上。Surprise, motherfucker!绝技，哈 ，lightning， 吸入绝技，动起来，动起来。Hello， 有点太前面了呢，准备。带斩杀的辅助啊，666哦。我来看瑞克的位置。哦，我上。十。看一下啊，飘了。十。Don't you wish you could be not hot like me?没关系，先来抓一下瑞克，抓一只是一只，哎、欸，哇、啊，我们家的小丑死了，这一波这个龙比较棒，他应该在哪里吃蓝呢、啊？他会怕我哎、欸，神秘哦。
个辅助要细呀、啊，哇，拜托。我们只有三只啊，哇，在装逼吗？别装逼。Hello， 小可爱，你不要给我偷吃啊，好吧？我跟你打谁比较痛？哇，你比较痛啊！这小可爱有痛哦。No， 嘎、啊，吃我，前面吃我，又吃我蓝，这个八只，哇！他不知道我最爱吃蓝 buff， 我的名字应该要改成叫最爱吃蓝 buff。他们在开魔龙路的，等什么？在开了啊！哇，偷吃啊！我好痛，好痛，靠背哦！你吃我蓝 buff 可以有作用哦。我要吃蓝，瑞克在我前草蹲。哦，对，没错。是不是？好，让大家有个美梦，因为我这个播呢，可能不会播得太晚。我们来即兴跳一首《黑眼豆豆》来，音乐太大声，帮我转小声一点。谢谢大家。